牛说：“今天你就自己挤吧。”然后牛就回他说：“毛，我真是自取其辱啊！”有人知道川普跌倒之后会变什么吗？No！亚麻路普。有一天，国王跟他的奴隶说，他想要吃煎蛋。可是奴隶跟国王说：“国王，我们不能用煎蛋给你吃。”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！我要唱的呢。我们这些奴隶不简单。Oh,